管怎么说，既然已经发生了，那我就认定它是必然要发生的。也许是，就算是天意吧，可能你是对的，我不知道。要说了，也得先去把关。不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一直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去侦查。抓人可是第一次，依靠你们的技术，我希望在案发之前抓到嫌疑犯。你们能明白吗？在电视上的新闻。